两个老同志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就准备照相。衣服你不挑，嗯，你非挑这身衣服，还整两个大辫子。请问你是傻妞啊，还是胡妞啊？是甜妞。咱俺结婚的时候不是70年代吗？那个时候可不就这样吗？那个时候你那是魔鬼的身材，天使的脸。嗯，现在呢？天使的身材，魔鬼的脸。你让大伙看看，就咱俩这张脸，谁是天使？谁是魔鬼？再说了，咱们家楼上的老王太太啊，都快70了，人还拉着老伴儿一块照一套写真照呢。啥叫写真呢？写真照都不知道啊，就是照相的时候啥也不穿。哎呀，那他敢脱，谁敢看呢？再者说了，咱俩照完你往哪挂？挂床头。你是诚心让我做噩梦是吧？那我就挂厨房去。你是让我把饭记了啊？那我就挂门框上。吓唬小偷。你行了啊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这趟照片我一定要照。照相的，哎，来了，快来，来了，准备好没有啊？准备好了，快过来呀！同志，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。快点！哎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你姓牛，你姓汤，牛小庆，汤国强。哎呀，哎呀，老同学，哎呀，你好！你挺有劲的，倒挺实惠。不是，文机啊，他谁呀？他呀，哎呦，忘跟你说了，他就是我以前跟你学的，上中学的时候死追我那个汤国强。就是个头2米整，对，长得非常帅啊，长得像电影明星唐国强，那个唐国强就是他。久闻其名，未见其人啊，今日我一定好好看看看他到底有多帅。可帅了。干啥？不是，没事，孩子，请问啊，你就是那个长得像电影明星唐国强那个唐国强？那时候同学们都这么说。唐国强你不像。那我像？你像糖尿病。他那你能不说话了？哎，小倩，这谁啊？哎呦，忘给你介绍了，他是我老伴潘东子。潘东子啊？哎呦，胡汉三还好不？我胡汉三也追求过你吗？啊，行了啊，别闹了，这是你姐夫，他是我同学。哎呀，姐夫好。哎，小舅子好。我上小舅子了。不是，行，来，坐啊，给你拍照啊。是。哎呀，行，来，先坐好。哎呀，我跟你商量啊，姐夫，你们这个结婚照是拍这个侧光的呢，还是逆光的呢，还是全光的呢？我无所谓啊，给你姐留条裤子背心就行。你误会了，我说这光线是侧光、逆光，还有全乎光的。全光。全光的。哦，光亮着点，照出来的相片人比较好看。对，好，注意啊，你俩靠近点啊。哎，这个，哎，姐夫，嗯，笑一笑，停。你还是别笑了，你笑比哭还难看。这么着，你就放松吧，放松啊，放松，来，哎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放。你醒醒，你怎么能睡着了呢？你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这人不有个毛病吗？人让我放松再睡觉吗？我明白了，你俩缺个道具，缺胸花。上面写着新郎新娘，你立马就精神了。那没有啊，我找去啊。等等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。你也真是的，我看你现在是不是审美疲劳了啊？瞧也不爱瞧了，
照张结婚照你还睡着了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说审美疲劳了，我也不是不爱瞧了。哎哎哎，记得当年咱俩搞对象的时候，压马路，那六排车道，我在马路这边，你在马路这边，那我在那边使劲给你飞眼，嘎嘎飞一个。他骑那个时候呢，那个时候骑一台破永久自行车，没事就上我们厂门口接我，还说让我坐你前边大梁上，说那叫什么二等车。那天晚上我蹭一下我就上去了。是你一上车大梁就折了吗？完到最后咱俩一人提了个车轱辘回家的。哎，你那叫家呀，厕所旁边的一个过道，3米长8米宽，是现改的新房，吃啥都是一个味儿。不，你提那干啥呀？现在咱们住的条件不挺好的吗？150米的大房子，而且还是跃层，你还不知足啊？谁不知足啊？你刚才为啥睡觉啊？所以我就生气，不给你照了。不是你咋那不？你就不给你照了，怎么的？就不给你照了？咋的？我他气我。不是生气了呢？啊？咋？糖尿的，汤国强啊，他汤国强。哎哎，赶紧有别的衣服没？跟我们俩换一身。你姐穿上那身衣服，想起过去那些愁事、伤心事，一件好事都没想起来。最好找一个比这身呢再现代一点的，完一穿上就高兴的衣服。没问题啊，后边有的是，换换。行了，我换换换换，赶紧换。现在的年轻人拍张结婚照，那是爱情的见证。我们这岁数不拍结婚照，那就是最后的疯狂。我这同学啊，人家70年代结的婚，那时候穿啥呀？黑白俩色儿，到后来不一样。那色彩就斑斓了。哎，到准备好了没有啊？好了，有请。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光芒照亮了我。我虽然欢喜却没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起来，哎呀，我跟你有啥关系？你看起什么后果？我看见你们穿成这样，我就想起我那年，这不是流行的蝙蝠衫吗？对呀、啊，这衣服颜色好吧？对对对，来来坐坐坐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，哎啊，来，哎呀，哎，来靠近点啊，哎，姐夫，姐夫，你跟我姐交流，交流得放电，知道？咋没感觉呢？不是多大岁数放啥电？行了，你来教教他。行，让他教教。我给你做示范啊！你看我，交流知道吧？来交流，1、2、3，咔嚓！哎，再换个姿势，来，行行，起来。什么？再换个姿势是吧？对对对，示范，你给我示范，你知道不？对对，我示范，我示范。赶紧把这帮照片给我抹了，抹了，行行，抹了。跟你开玩笑呢，生什么气呀？没有这么叫人的，好像差着那第三次。行，来，汤国强啊，咋的？我觉得此时此刻，你姐的手里头如果拿一束鲜花就更好。玫瑰花？嗯，我找去，我立马找去啊。哎，老伴儿，我觉得咱俩穿上这身衣服吧。嗯。我想起了10多年前了。嗯。那时候咱孩子都5岁了。嗯。你说咱一家三口人那多幸福。就是没钱。可不是嘛，看人成万元户了咱们着急呀、啊、天天加班加点的干活，这好不容易有钱了吧，连那300块钱那鞋叫什么了，女人瓢，都不舍得买呀。好不容易舍得了吧，又舍不得穿，这好不容易想穿了吧，过时了。不说别人就说我，在你面前那是一点地位都没有。人家的男人下海经商就赚钱，我一下海就呛着，一下海就呛着。哎呀，没有办法，在你面前还得有尊严，天天早上6点钟起来，把自己打扮得溜光水滑的，说出去谈生意。谈什么生意？就在外边闲逛，一直闲逛到后半夜1点钟才回家。不敢跟你说，我特别的没面子。你看你哭什么呀？你有什么没面子？国强，你看看我俩穿上这衣服，他说他没面子就哭上了。我就换换衣服，你劝劝。不穿这个，你俩轮班哭啊？这下照不照了？照。你哭啥，姐夫？这是糖尿，汤国强，汤国强。哎。我不是哭知道吗？咋的？我是开心，我是高兴。我压根也没想到能过上今天这个好日子。
不说别人，就说我和你姐吧，我们俩人退休金那就好几千块钱。再说旅游，全中国所有的大城市我们没有没去过的地方，幸福啊。对呀、啊、如今还能到你这个影楼里来补结婚照。行行行，别难过，别难过了啊，光结吧。哎，这么啊、你呀、啊、干脆也去换一身衣服，配合我姐，你这身衣服都过时了，换身新的。那我就去换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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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，别哭别哭啊，别哭。哎呀，就这一会儿换两身衣服了，要我老碰见这顾客，我这生意也别做了。不过也不容易，人家结婚30年了，你看这改革开放也是30年，人家这是恩恩爱爱30年，打打闹闹30年，甜甜蜜蜜30年，今天说啥我也得给他们照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结婚照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现在有请姐夫潘东子，我姐牛小静闪亮登场。我觉得挑来挑去，这身衣服最带劲。是啊，没想到补拍一张结婚照，咱们俩想起那么多故事。实际上，穿什么服装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一块儿走过了30年，重要的是这30年的夫妻感情啊。哪怕是补一张一寸照片，这心里也甜呐。说得太好了，老伴，让咱们两口子祝愿天下所有的夫妻互敬互爱，相